太快飞掉零件哦哦，他们去哪里了？去了过去啊！耶，野人世界，一个绿色的人，一个是白色的人，哎，营养很够哦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神灵，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恶搞邪邻居啦！又等这么久，终于更新了，这次呢又在更新了，非常好玩的。有名吗？不知道。但是如果在现实生活制作这种东西的话，必定会死人的。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的 ，ONE SOE 啊啊啊！英文有这种字吗？绿色邪恶邻居跟邪恶老师的约会啊！哟，要学会了吗？来吧，来吧，看你笑。Once upon a sleep，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睡觉，睡觉。我们来看睡觉，要搞什么睡觉？Everyone's up all night at New Year's. Can't rob. 啊哈！ Hear me out. I'll build a sleeping bomb.Put it in the machine and blast it when everyone's gathered to celebrate. Problem solved. Let's celebrate robbery day. No one can. Oh, they're going to 抢劫了！哎，邪恶小偷终于做好他们的本分了。每次的邪恶小偷在我家啊，没有偷东西，想要偷东西，但是每次都偷不到。但是呢，这一次有邪恶邻居的加持，他们要发明一种催眠大炮啊，可以让目标所在之处的人都给睡觉。所以呢，他们要抢劫啦，我就是要阻止他们抢劫。OK， 这里的英雄降临了，来来来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呢？那个机器在哪里的？嘿，给我拿来哦！江湖 ，OK， 我需要江湖来干嘛？这边原本是没有江湖的，所以这边有江湖就是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什么都没有了。Hello， stupid kids， stupid kid， 你才 stupid 啦，你才是白痴。这个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什么？爸爸，这是那个部落号召的吧？部落进攻喽！他大炮在哪里的呢？还有一个这个剪刀，都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呢。啊哦，哇哦！我们需要这个药水啊，这个药水可以让他们睡觉的。OK， 我好像可以用剪刀来互动。我在干嘛？等等等，我迟到了是不是？等一下。OK， 乖点乖点啊，拿出来。催眠炸弹。OK， 我在玩太空狼人杀吗？奇怪。啊哈 ，OK， 好的，然后呢，再放回去吗？用这些东西不要用吗？催眠药水 ，OK，use gunpowder，OK，OK， 我需要用火药，哪里有火药？这什么东西？等下，机器的环 ，OK， 放江湖下去，然后呢？我不会拿起来啊。诶，火药吧，等下我去找火药哦。邻居，你不要来啊。哦，终于有搞科学的感觉啦！哇哦，高科技的感觉了。没有啊，哎，等等，这个就是火药吧？刚刚说那个哦，那东西。OK， 那个部落的号召部落的东西。哎。Think you can mess with me？ 哎，谁让你发现的？没关系，我们大概知道，我们需要火药，需要江湖，还需要剪刀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来来来，再蹲出来，来，哈，快点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Yo， 来，太空狼人杀 Among Us， 他呢拿出来了，很好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放火药吗？放火药进去 ，OK。等下他们启动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自己这个地方爆炸了。哦，没有放催眠的，直接让它爆炸。哇哦！使用江湖在这边吧。OK， 然后跑，就这样跑掉吧。OK， 跑，来射我啊！来，我在这边来射我啊！来啊，哈，来啊，来，射我吧。那。No！ 什么东西？吓死我了！哦，江湖！刚刚我们领的江湖 ，OK！ 哇 ！Happy New Year！ 耶！哦，哎，啊！
烟花照。耶！搞什么啦？可是我觉得在原地爆炸比较爽呢。如果是那个催眠药，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我们那个破解失败的话会怎么样吧？来，来来来，把你的生命交给我啊 ！OK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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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, it's magic power. 叭，我要故意按错。哎呀，出来玩！哎呀，被打！哎呀，哎呀，就被打而已啊！不要，亚美拉！哦，就这样。OK, fine. Happy New Year! Yeah, 发射！新年新礼物送给你邻居，耶、yeah! ！插进泥土里面。我们来看下一个，下一个是我们的 Blast from the past。哎 ，Blast 是法师或者是冲刺嘛？他在玩着云霄飞车，所以可以知道他是用冲刺的。然后呢 ，From the past 来自过去。我们要让他穿进时空吗？冲去未来还是去到过去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哇、wow, 这一集玩高科技的东西咯。2021年嘛，总要往新科技前进。Please, darling, I won't fail this time. Let's go to the future with me. You'll steal an invention, then we'll defeat those freaks once and for all. Yes, this one looks rather nice.搞到老师也不相信他了，你也搞太多失败了吧？结果老师一开始完全不相信你的，这一次你在搞砸的话，我不知道老师要怎么样打你了。老师也是一个极恶的人啊，你要小心。OK, 这边有我们的高空弹射喷射器，低空弹射。OK, 低空好了，低空。也许一个是去到过去，一个是去到未来的呢。我们来尝试低空的先啊。Hello, 邻居不在，那我直接去玩了。哇，时光机呢？我要走，我要自己走，可以吗？什么鞋 ？OK, 我们需要螺丝起子来打开这个控制面板啊。然后这边呢，时光机械启动。那、啊、怎么启动啊？找某些东西来打开时光机械面板。OK, 就下面这个的吧。OK。OK 啊，后面这边要加装那个喷射器。OK, 我换一下，我加一个，一个是高速的，一个是低速的，所以这样就会造成时空混乱。也许等下飞盘就掉下来了哦，飞盘就没有力气了。OK, 很棒啊，这就是我想看到的。啊啊啊啊！打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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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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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打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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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天，我来啦！哎，哎，你怎么自己启动了？哎，啊，怎么了？啊 ？What's that？ 那什么东西？哎！哇！哎，哇！哇！哇！哎，穿越成功了！这是未来，他们去到未来了。啊？啊！疗伤之启动成功了，奇怪，我们需要拿第一金。这个螺丝起子锤子，再来一次，来来来，我准备好螺丝起子了，打开，来，交换线 ，OK， 哦，怎么放鞭炮了 ？OK， 交叉，交叉摆，然后再关回去，很好，然后再用这个继续加进去 ，OK， 然后再启动吗 ？OK， 启动了。哦，我自己调整了 ，OK, 我调整好了，走，跑跑跑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给他自己玩，拜拜，一切调整完成了，请出发吧，长官，我会在未来世界等你的，你去到未来的时候，我应该变大人了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可以用更加强的力量打你了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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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启动了，哦，为什么会启动呢？因为我们刚刚秀紧按了啊，喵喵喵喵喵，哇，耶呼，哎呀哎呀，哎哎，好，自己调整，哎。Behold the future！ 沙小，你为什么可以去到未来的？他自己会调整回去呢？是因为我用低速的关系吗？我用高速看一下吧。高速的，来，我可以高速的，高速隐形有没有？双高速 ，OK。然后再换一下。哎，我调整过这个啊，为什么没有用啊 ？OK， 我换了 ，OK， 很棒，再关起来。然后再自己手动调整 ，OK。
OK， 走走走走走。各位先生请注意，航班即将起飞，通往未来五千年后。太快飞掉零件！哦哦，他们去哪里了？去哪里了？去哪里了？去了过去啊！耶，野人世界，一个绿色的人，一个是白色的人，哎，营养很够哦，绿色蔬菜也有了啊，普通的肉也有了，平衡营养，野人也有注重健康的。恭喜邪灵之跟老师一起到未来世界生活、啊。那边也许是未来吧，就是可能就地球发生大灾变之后再重新多一次的人类，也许那边是未来嘛，对嘛？不知道耶，不要再回来了，老师耶。那么今天就先这样，希望我的祖先没有吃到邪恶老师的肉啊啊！灵芝肉也最好不要吃到，那个发绿的，他中邪恶魔法变成绿色了。哎，虽然绿色很健康，但是希望我的祖先没有吃到啊。不管怎样，还是耶耶耶，爸爸耶耶耶！新年除了鞭炮之外，果然少不了的就是大餐嘛。